那179页，对不起，179味药，这叫做紫苑。我们有这个哦，这个药呢祛痰，我们治疗咳嗽的时候用的非常多，好，张仲景呢也用的很多，好，那它的主要的性味呢，味苦辛，哦，又有辛辣的味道，又苦能够泻，辛是散，苦是泻，所以它，我们如果说肺里面有水啊，它还是一定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辛辣啦，好，可以散，那苦也可以泻下，好，肺里面有积水，痰好，也可以当然可以祛痰啦，好，所以很多的咳嗽里面除了本身我们要治疗咳嗽的话，要把痰去掉，或者要把痰，要把水也去掉，好，那紫苑是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药，好，很好使用。那最主要是用在这个祛痰止咳，好，那病人呢如果有肺痂病到严重的时候，咳出脓血来，或者是哦这肺气不足，好，呼吸很短，都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紫苑。由于紫苑的性是温的，所以寒加的咳嗽、寒咳，好，我们可以用加上紫苑。那有肺癌，好，肺结核，名称不管，病名不管，要出现肺寒症的人，咳血，哦，那个都可以使用，好，咳嗽都可以使用紫苑。那剂量呢？好，这个诸位看看这个紫苑长这个样子，哈。它很轻，好，你可以用1钱啊、2钱，好，好，那严重的3钱都没有关系，好，3钱都没有关系，好。